刘金毛，我得开始。人家刘金毛。 哇，漂亮！啊，对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那个，昨天晚上打完那个，没有。哎，我先看了啊。我看到，不好意思，我。 料多了，那个小气缸可以顶动吗？就那边那个小气缸，都可以顶动啊。它自己的料在动吗？还不稳，这给你推过去。但上面一大堆料的话，它还能顶动吗？ 这个料下不来了，锅度太平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缺料。你只能。 取个封面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然后缺料。 撇掉三次会报警啊！皮带会停。好，撇到了。这个撇的，来了，怎么撇的了？你看看，你说嘛。这个是撇的了。没有没有。刚好撇不到。我打磨着了，这个尖子。你其实要给这个模具给这边加厚。啊。槽子无所谓，要给这个壁厚加厚，要这边加厚点。 因为这边受力。